昨日群推日子双绿开轰，还没找卷毛叔的速度冲一波。接下来继续聊7月29号日本职棒。西武做客对阵乐天，本场西武先发投手为金井打野，赛季5胜2败，防御率 3.02， 送出67个三振，有34个四坏。而乐天派出的先发投手为新导航，本赛季1胜3败，防御率 4.03， 送出19个三振，有11个四坏。金井打野本季表现算可圈可点，5月份遇到乱流疯狂掉分，对罗德仅2局就4分8分之多，这部分与在7月得到很大的缓解，甚至能做到8局0.4分的表现。至于新导航先发次数不多，最多一场可投4局，则是6分，送出的三振率也是迟迟无法升高。综合以上，卷毛叔认为大比分能打出。我是卷毛叔，觉得不错请按赞加关注，喜爱各式球类运动的朋友欢迎入聊球权一起讨论，我们下集见。